好，我们来到三立然后啦。你要拍，你开心。没有，今天打扮这样录拍戏，今天来录节目这样子。哎，今天很特别。今天有谁？今天有对，我妈。今天带丈母娘来录节目，录大热门。对。那今天就不会告诉大家是录什么东西，这要卖关子。卖关子，大家看到播出的时候才知道这样子。综艺大热门。对，我本来想说今天早点来现场，就是可以看一下剧组的人这样子。结果大家今天超早收，对不对？早棚晚棚都收了，神奇。对，然后刚刚还我还看到说他们说半夜3点才会出通告表，对，很硬啊。对，哇，现在这个时间就是。三立已经没什么人了，因为现在已经，只剩新闻部跟大人。哦，是哦，哦，现在已经接近快半夜的时间了。这边，我们等下要去化妆。很久没来录影了哦。对，是不是？但是一直在重播。哎 对啊。没有，因为它不同牌的，它有时候会播几天。哦。哎，你刚开始说你那只是重播那个上次，对啊，上次那个什么美白那个杰诺尼斯那个。哦，所以大家是在问你这样子。就是有粉丝问，然后还有美如，他同学，对对对，好烦，重播。他怕自己太红，是不是？他自己以为。哦，你说不用担心。对，放心，他像放1万个心。对对对，你放心。哈哈，安妈先走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先去，就是到先去休息室梳化，好不好？等下再来跟大家分享。现在化妆化完了，没错，然后头发也弄好了。对，你为什么还是长这样？因为天生丽质，我不然我应该长怎样？没有，都不化妆，就是遮双眼皮，遮不是遮黑眼圈也。我觉得很自然。然后对，是不是？好啊。然后妈妈也用好吗？对，妈妈洗手间。对啊，所以就等等好了。对啊，再等，因为今天应该是会蛮顺利的，因为其实人蛮多的，有没有？对。对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期待今天的内容，这样子。对，开始热闹起来了。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场，是吗？是最后一场吗？他们现在都一天走路。我是第四场，那刚刚第三场结束。那还 OK 啊。我以为我们还要再等一场这样子。那这样子我觉得很快。对啊。谢谢可以很快的录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录完还要送妈妈回去南崁，然后呢我们再回来永和，然后再送我妈回家。那不阿 U 自己雇 Una 的话，家里会翻天。哦，没有，没有，对，就直接来家里，因为小朋友在家里的话比较自在，对，可以自己当老大这样子。那我就等待了，好吧？好，今天弄得不错，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好，换个老婆。有，但希望不要等下回家换回来。好，我们要上去录影了。对，刚刚看到那个发那个。发宵夜，还想要拿宵夜，结果我还在想，要拍一下大热门的宵夜是什么？我刚刚才在想而已，还没动作就说，可以上去了。对。来到石棚，还小心哦，他小心那个下面的电线。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！我又没穿高跟鞋，还是小心吗？穿一下高跟鞋。对啊。哎，放这。我们放在我身上。来，找地方放。放这。
走，对，把拉起来。好啊。好，拉链了。小心。哦，你先换哦。对啊，好久没上来录影了。我跟爸爸一起吧，是的。是的。哇，嗨 ，Po 哥，嗨，好久没跟 Po 哥一起录影。对啊。今年有啦，怎么会没有？有吗？有啦。好多、啊，好久没上节目，都在卖草莓。草莓没了、啊，现在要等到十一二月了。对啊，辛苦啊，命苦命苦。哦，我再等等等等就要开始啊？对啊，我一直都有录啊，我弄快一年嘞、欸。是啊。对啊。好啊，我应该订阅一下。是不是？后壁搜寻二百种。对，哎、欸、对。订阅加分享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OK, okay.。哎。我都有看订阅的人哦、喔，哦，我到时候没看到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弄一弄之后呢，就准备要开始录影。对，好，先这样。他哪个牌？哦，对对，联名牌。左胸，左胸，对。对。左胸，左胸，因为你这样子，主持人这样看看比较明显。对。对。再灯还没开。啊。嗯，怎么觉得想尿尿？那边有，好，我先去厕所。摄影班的，现在是开灯自拍时间，全部全部的家长就全部都在拍照，对，好吧，全部都拍起来了，啊，这样子就有跟他们同框。等一下就等主持人上来，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开始进行今天的节目录影。今天不会让大家看到我们节目录影的内容，要卖个关子，敬请期待，好不好？大家给大家看个开场就好。哎，熄灯了，又亮了。嗯，他跟那小龟的 feel 有点接近，对啊，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个辣妹嘛，好对不对？对，妈妈对怀中的第一印象的嘛 ，first sight， 第一印象 ，first sight， 哦，就小龟生日的时候，好，小龟邀请他，耶，耶，好，来，好，谢谢。对，今天超刺激的，对。完蛋了。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？不告诉你们，自己等着看片子。等慢走。对。哦。好，今天都是那个铺来。对啊，所以今天是跟就是大家的家长来一起录影这样子。还有其他的人的爸爸。我们现在录完应该已经12点了吧？现在10点。对啊。所以整个电视台现在几乎没有人。对。这次就是大热门，真的是。很热门。很残忍、啊。我汗都流出来了。对，简直是血腥，何止残忍。对。太可怕了。因为这次又有那种长辈。一直勾，一直勾，吼、哦，勾你们，想知道吗？越后面越精彩，真的，好久成瓮底那种感觉。对。对啊，大家要，这个是那个父亲节特辑，所以应该它的播出时间是在父亲节的附近，大家可以去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我去看一下，因为其实大陆都很多人会问我说。什么时候会播？我们真的是不知道。不是、啊，去加入那个上大热门的这个 Facebook 官网去加入的话，他们都会播一些预告什么，你们就会发现什么时候播。嗯，对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确定说它确切的播出时间这样子。对，就是让大家自己去 follow。我刚看到搭景班已经开始跑到下来，搭景班已经在准备。对啊，要开始换场景干嘛的？你们是要开始换下一档？没有啦，他没那么快。照逻辑来讲的话，对，在那个最大的。嗨，波哥。
哦，还有，他们那个是三个，哎，硬的人叫三个，辛苦你们了，大家都想睡了，大家都想睡了，对，然后还想要睡，妈妈很想睡，他们还会难看，哇、哦啊。你爸四点要起来去抓鱼，爸爸回淡水，他自己开车，对啊，这么厉害，干嘛？还好，台北不靠海，如果不然的话，他就自己开船来了。好了，拜拜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子跟大家分享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去买宵夜，要先送妈妈回南台。送妈妈回去，那我们去买宵夜。没错，拜拜。